比如说我为什么会想到这样，因为那是经验的累积嘛。这个是那把它拿出来，那是不是我刚刚讲过是很圆满？有时候你当然或许我不见得要讲圆满，但是就讲周期，就是面面都俱到，愿意啊。如果说大家应该能够体会这个道理。好，所以两种名称，这个我从名称的这个开始哈。那如果说在这个我不见得会这样念，那书上这种第一段呢，其实就在讲刚刚所讲这些道理啊，就是为什么啊，这个《易经》这一本书哈，从古到这个现在，啊，然后为各行各业的一些专家或一些在这个历史上面呢。